备哦，一二三，哇！太小声了。他说我们太小声了，他该不会就这样偷偷把小礼物拿走吧？好，我们再一次要最大声的掌声加尖叫，可以吗？可以。要大声到吓到他哦，准备哦，一二三，哇！小朋友，那好大声哦！没有，说我们很大声要把你欢迎出来呢。哇，那小朋友人知道我是谁吗？有没有人认得他是谁？不知道。哦，大家都不知道。那你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？好，我自我介绍一下哦，我就是来自麦当劳里面最喜欢蓝色的 Blue 姐姐。哦，是 Blue 姐姐，所以小朋友数到三，告诉我她是谁。一二三 ，Blue。什么关卡要考考小朋友？我带来的关卡就是，我想一下哦，小朋友，我问你们哦，你们有跟爸爸妈妈出去玩过吗？有，大家都有。那有没有人去过动物园？有的举手，有错。有去过动物园？哇，好多小朋友都去过动物园，没有错。好，那我今天再带你们去一次动物园，好不好？那我问你们哦，我们去动物园的时候，爸爸妈妈都会带一个四四方方的那个东西是什么？四四，哇，小朋友，小朋友，我知道。好，那你说，仔细听哦，你们要张大耳朵仔细听哦。我的那个东西就叫做冰箱，冰箱。小朋友，爸爸妈妈会在冰箱带我们出去玩吗？不是啊，不会。那是什么？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给我一个提示，好，我再给你一个提示。那个四四方方的里面会有人这样跑来跑去。有人，我知道是什么。你又知道了，那你说。我知道，小朋友你们仔细听哦，那个东西就叫做电视机。电视机，喂，爸爸妈妈怎么会带电视机出去玩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带电视机去那个动物园。对，那是什么？我再给你们最后一个提示哦，它会发出咔吱咔吱的声音。咔吱咔吱。好，最后小朋友都知道答案，那数到三告诉我答案是什么？数到三告诉我答案是什么？一二三，照相机。哦，原来是照相机哦。好，没错，就是照相机。不露姐姐，我们要一起带着照相机去动物园，我们是不是要先请小朋友全部站起来？对，小朋友全部站起来，我们现在就站起来。好，我看见，我赶快站起来哦。好。都站起来了吗，小朋友？没错，他们大家都站起来了。那我们现在要去动物园了吗？对，我们去动物园之前，我们要先学一个魔法咒语。哦，还有魔法咒语，要仔细听好了。对，我们等一下就说，我等一下就会说照相机，你们就要说变变变。好，小朋友，两个手手比出两个武器给我。哦，好，准备喽，仔细的听好了。准备喽，魔法咒语是照相机变变变，照相机变变变。好，小朋友，我要加快速度，我快你就要快，我慢你们就要慢哦。我要跟上你的速度，是对，没错，没有问题。我们这么厉害，有没有问题？没有。很好，现在两个我准备好，两个我准备好，准备喽。照相机，别别别，照相机，别别别，照相机，别别别，照相机，变变变，照相机，变变变。小朋友都很厉害，没有错，我们这么厉害会跟上你的速度。那我要出一个更难的。好，你们会学老公公老婆婆吗？是不是不会啦？那你要先示范看看啦。好，我先示范。我们假如拿出一个隐形的拐杖，一个隐形的拐杖，然后放在地上，然后背弯弯的，背弯弯的，照相机。变。哇，小朋友都会学老公老婆婆。老公公老婆婆，我还有个更难的。会是更难的吗？对，小朋友，你们会选机器人吗？你看哦，照相机，变变变，哇，他们都会耶！没有错，我们现在都已经学会魔法咒语，那我们可以去动物园了吗 ？OK， 我们可以去动物园，但是去动物园的时候，哎，就在前面呢，我们用跑的去好不好？哦，好，没有问题，跑步姿势准备好，跑步姿势，等一下我说跑就跑，说停就停哦，好不好？好，仔细听好了，停就停了。看谁停的时候还在跑，就给他咕叽咕叽。准备喽，准备喽，开始跑！
一二三，大象。哦，原来 B 字很长是大象，哦，我搞错了啦。好好，那我们要先变成大象了吧？好，我们要先变成大象哦。来，小喵，照相机，变变变。好，我们现在变成一个大象，变成大象。在旁边的小朋友 say hi。下一个动物的时候，我们这时候有第二个魔法咒语。第二个魔法咒语，仔细听好了，我们要一起说，走啊走啊走啊走，走啊走啊走啊走。哎，大子姐姐，怎么了？你看那个脖子好长好长。我知道刚刚那个大象。大子姐姐，大象我们刚刚已经看过了。大象已经看过了。是长颈鹿。是长颈鹿。好好好好，那我们现在变成长颈鹿吗？好，好，照相机。好，小朋友，我们现在把手举高高，变成一个长颈鹿。长颈鹿。然后等一下，我跟大子姐姐手上会有非常多的树叶，你们要过来吃，好不好？好，我要看谁可以吃到我们的树叶哦，准备哦。好，准备哦，那就开始了，准备。一二三，开始啦！慢慢慢慢，好，回来，照相机，变变变，还是照相机，变变变。啊，我们刚刚有吃到很多叶子耶，有小朋友都吃到超多叶子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们要去看下一个动物咯，然后一起说啊，走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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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怎么前面有耳朵长长又白白圆圆的那个动物？那是什么动物？是什么？兔子啊！小朋友，林海都知道是兔子哦。哇，真的有兔子哎！好，小朋友，照相机变变变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变出小兔子来，手都借给我，比出两个叶。麻烦你们头下弯。好，小朋友全部蹲下来。好，蹲下来。小朋友最喜，小兔子最喜欢跳跳，对不对？对，他最喜欢跳高高了。那我们要来比赛跳高高吗？好，我们看谁跳的最高。那我们赶快蹲下来，赶快蹲下来，我们要比赛跳高高了。现在耳朵准备好，耳朵准备好喽。那，我们的不露姐姐，你要帮我们数一二三吗？好，好好好，那你帮我们数一二三，好，一，准备喽，一二三，准备。他又还没有数到，但你们都没有仔细听，你们就跳起来，赶快动他，赶快动他，赶快动！哎，福禄姐姐，怎么了？我已经很紧张，你还问我准备好了？我怕你没准备好。我准备好了，小朋友你们准备好了没？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我们的耳朵准备好，好，准备哦。那福禄姐姐，请再数一次，一二三，好，一二，好准备。照相机，变变变！照相机，变变变！哇，
水里面看水里的动物啊。去水里面看水里的动物。对啊。哈哈，没有问题，小朋友们一起去水里面看水里面的动物喽。这样我们要先准备好一个跳水的姿势。哦，要准备好跳水姿势。好，我们把手。等一下。怎么了？要去游泳之前，不是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？小朋友是什么事？暖身操。没有说是暖身操，那不姐姐，我们是要先做做暖身操，才可以到水里面去游泳啊。没错。好，那小朋友，你们会请你跟我这样做吗？会。真的吗？准备啊，请你跟我这样做。我会跟你这样做。这么厉害，那我们现在做暖身操。好，请你跟我这样做。我会跟你这样做。这么厉害，那我要真的来做暖身操，准备。哎，二三四，二三四，扭扭屁股再来一次。今天看完了，看到多少？